大家好，这里是帮 UP 主开场的小帮忙。这条路我们之前拍过一次，它就是和牛牛手手黑手黑手手党。今天来吃的是门口的牛肉井。先进门自助点餐，招牌饺子来一份。我晕六个120块，算了 ，UP 有钱点了，再来一碗饭。瞅着这乌龙茶也不错，来一个。这个冷库门是之前餐厅的入口哟 ，Ladies and 乡亲们，我需要一个说法。这特码是35块钱的日本乌龙茶，我隐约记得跟便利店8块钱的长得一模一样。我以为我点的是，实际上我喝到的是。算了，贵有贵的道理，喝一口试试。咕咚咕咚，嗨，真的没道理啊。熟悉的上菜方式，饺子外脆里嫩，煎得像黄金的盔甲，牢牢地锁住了内馅和牛的汁水。一个个饺子饱满有型，像极了古时候的元宝，也象征了一个20块在饺子界不可撼动的地位。尝一个试试，蘸取少许神秘透明液体，一口咬下去，天呐，鲜美无比的和牛汁水像绵绵不断的江水滔滔冲击着我的味蕾。看看这横截面，算了，还是转过来吧。我的妈呀，如此粉嫩的和牛肉让我想起了那年夏天河边女孩羞涩的脸颊。如果要说这和牛饺子和早点店的有什么区别的话，我只能说早点店牛逼牛逼牛 逼, 牛逼。呜呜呜呜，吃一口120块的饺子压压惊。啊，有点烫嘴啊。哎呦，这次米的贼舒服，开始舒服了。现在开始，小姐姐就开始准备这个牛肉冻，给它熬一熬，熬个造型，牛肉铺好。原汤化原食，把牛肉汁放进饭里面。很专业啊，那个小夹子把蛋黄蛋清分离开放上去。给它过滤一下，这个手法夹一下，对，丢放上去。最后很细节啊，拿纸巾擦一下边缘的汤汁溅出来的，干净又卫生，小细节小细节。又是熟悉的知识上来了，但是就是外面他比较敷衍，就不跟你讲那些有的没的，就摆个造型。哇，看呐，这一颗金黄的蛋黄就像无私的太阳一样照耀着整碗牛肉饭。这一刻世界上所有的烦恼都会因为这颗蛋黄而消失，都会因为这颗蛋黄而烟消云散。但此刻的我好想戳破它，预备备蛋黄戳破走一个。拍了半天终于能吃了，赶紧先把蛋黄给我扒开，拌上牛肉。它这个牛肉按得太严实了，就不能一块一块分开来。哎，本身想做个优雅的吃播，现在只能靠暴力来解决，把它这个牛肉强行撕开来。 Ladies and 乡亲们，虽然我吃得非常的埋汰，但是这个肉看起来还是非常的诱人的，近距离来看一口，夯不啷当一口塞进嘴里。这个牛肉贼给力，超级嫩，配上这个蛋黄，只要一口一口就能爆炸整个口腔，配上这个米饭就真的是绝了。上次就说过，这个肉虽然看起来血臭不拉的，但它吃起来真的是熟的，就没有一点点生的感觉。再来搞口牛肉饭七七吧。嫩呐嫩呐，我只能说绝了，太好吃了，掉了颗米饭都不能浪费，吃进去给它。和牛的味道总体来说偏甜，类似寿喜烧的口感，
这碗饭其实非常的小，大概只有我手掌半个手掌这么一点吧，但是还有180块钱。但性价比来说，我觉得比那个饺子高超级多。那个饺子好像就是正常的煎饺，没有吃出有什么花样，但这个饭你吃出了满足感，你吃出了幸福感，你吃的那一刻你仿佛都觉得世界都已经和平了，但和平现在已经吃进了我的肚子里。这碗饭就好吃到我不想错过它的每一粒米饭，通通都必须落到我的肚子里，就算是掉了一颗我要给它捡起来。最后光盘行动，好吧，给它点个赞，当然要配上我35块钱的日本乌龙茶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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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喝完就。今天的吃饭视频就到此结束了，祝大家男的找到女朋友，女的找到男朋友，拜拜拜拜。